此前发布韩庚成长双影像后，电影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片方近日公布男主特辑，赵又廷为陈孝正选择片。谈到为什么会出演陈孝正这个角色，赵又廷可是一肚子的委屈。原来赵薇导演为了这个角色，对赵又廷各种威逼利诱。赵又廷饰演的陈孝正在剧中可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，不但性格别扭，连造型也颠覆了赵又廷的型男形象，造型以怪为主。如此不讨喜就算了，可怜的赵又廷还惨遭女主角的洗脑，真心是太惨了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